好，音乐。大林演出来呀，役者呀。Great job！ 哇、wow. 哎，这个好，这个好。看电影看完的感觉。谢谢。又是一个 high level。谢谢。哇、wow. ！现在，请周队长和大师团的评审们开始打分。这个好好啊。这个分肯定很高。而且他们不费力一跳的，完成的非常的完整，而且故事表达的很清晰，这个空间利用的很好。The atmosphere was really simple and really calm. To use the cinema and even to have some chair and to be seated, that was really peaceful for me. I feel like I was also in the cinema. They put some really nice moves, really nice pictures, and that was enough to make us feel comfortable and to enjoy the moment. Also, they used crazy acrobatic stuff, which was really amazing. 非常好，我打的第一个100分，时间停止这个点和时间回溯，我觉得非常的棒。大家都知道电影有很多把时间拉长、快进、倒退，这是电影常用的拍摄手法，但是从来没有哪个用舞蹈来呈现出这个东西。他们的一个编排很聪明，电影院的一个椅子那个效果用得非常巧妙。首先它既能够突出主题的同时，它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功效是什么？帮大家减少起舞部分的内容，但是他们却收获了最大的效果。所以24小时不仅考的是你以前的积累，还有一个就是什么？经验加上极致的一个想法。对对，所以这组的分数是刘宇勋队长97.5分，一博队长96分，程轩队长95分，韩庚队长100分。哇，谢谢队长。哦，太很高。大师团平均分94.4分。哦、oh.
最终分数482.9分，目前位列第一，恭喜！哇，真的吗 ？Nice， 哇、哦，太高了吧！我们跟他差82.9分。看完那个作品，我觉得该有的都有的，因为这组里面我记住的人就会相对比较多。首先小君君 C 位，大迪跟安妮莎，然后陈思航他的在后面，他虽然在后面，但他的表演性欲望很强，他的表演性非常好，他的表情很丰富，然后再加上荷兰弟，他的那个技巧也做出来了，这些东西都有了，这么多人物的立住了，那我觉得他这个作品就相对会比较成功。我很喜欢这个，在24小时内故事也讲得很清楚，把这个舞台利用得非常好，包括你们的状态，大家都是在这个场景里头，因为我们都去过电影院，都会有这样情况，大家吵闹，哎，你吵一下，然后有一些人就是安安静静的吃爆米花，然后有恋人在一起，他们的世界就只有自己的一个感觉，很有丰富的一些小细节，而且你们的表情和状态都在这个里头，然后我特别喜欢你们在这前面，你们这个时候是完全跳出那个状态，你们是跟我们直接的一个互动，然后遥控器停，你们又回到了你们的这个电影院的一个世界，就像一场梦一样。他把这个舞台利用到最极致了，他把一个 2D 的一个平面图变成一个立体的3D 的一个画面，他就是把创意这一面墙，这一堵墙推到极致了。然后这次飞上天，感觉是 walking on the moon 一样，就是飞着跑着步的一个，又看到了另外一种飞法啊！我很喜欢。The people is crazy。这飞能翻吗？真那么高？啊，我很喜欢，所以又是我心目中的满分95分。嗯，哦，小君君，我觉得你是特别好的一个编舞师。本来我探班时候想看一看，你们一直不给我看，说要给我惊喜，真的是太惊喜了，特别的棒。对，真的很好，很多想法跟音乐的配合都特别的好，我很喜欢，好几次的暂停又开始又倒回去的这个想法都特别好。嗯，我觉得每一个人的 part 都很突出，每个人单拿出来都是很有自己特点，但是能在这个作品里面彼此都捏合在一起，我觉得这点很厉害。而且我觉得你们的画面性很丰富，然后我很喜欢那个这小君君刚开始坐在前面，然后后面大家一起做 wave 的那个画面。很像是你脑海里面有一个可能自己很 relax 放松的一个状态，然后大家在后面配合你脑海里的想法。对，就是我的神经飞上了天，我很喜欢。谢谢队长。